哎，我看到车了呀，是个黄啊！来来来来，嘘，就一个人，你是在试探的吗？你后面的大屁，哎，怎么有个吉普车开右边了？老哥不会看到这个车不敢过了吧？还是说是队友吗？来，哥这边看一下，我这溜边看，哎，车停这儿了啊！哎，人呢？车停这儿应该是哎，在这跑嘞，搁这跑嘞，别着急，先不打不打。跑跟前树跟前了啊！跑到树跟前了，稳住！我看他下一步要干什么？他上车再打，或者说啊，他哎，他又往右边跑了，他先不打，再往他来点，来再往前来，我估计他还往前来，他一会儿来到桥跟前都可能。哎，那我就打得更轻松了。哎呀，兄弟，看来是一队的哟。哎，他漏了，他这样漏，有没有第三个人？我就问有没有第三个人？看样子他。哎，好像真有第三人，他选择躲起来，不补啊，不补死，不补死，肯定有第三个，但我看，哎，在左边，哎，给他蹦了，老哥，你要藏起来，我真的发现不了，你家非跟他蹦，哎，不着急，他肯定会着急，会救那个人，知道吧？但他要救的话，他必死无疑，他要不救的话，他，你看这桥子，哎，死了，不救。他还在那边晃荡呢啊，他不敢过来。呀，这我还不好整嘞，他在那边，我在右边，我得去左边。嗯，哎，车声，开车过来了，准备冲嘞。停到车后面了，小子，那你死得更惨。我你要冲的话，你可能还有那0.001的几率能过去啊。但是你蹲在那个后面，你几乎就是死路一条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扔雷都能扔过去。太惨了，这小子！我不用扔雷我都可以啊，他落脑袋了，扔雷直接换枪打，看好啊，雷，哇飞！哎，这个雷没扔过去，哎，这不要紧的，枪把他打死都算回事啊！这队太悲剧了，这应该都是一队的啊，哎，都是一队的，没人了，是不是？那我走了啊，不客气了。哇，这圈说在 NG 港的这不好弄啊。哎，有车不能停。喂，有车就可能有人，你这样停下来，万一一个满面的直接垮死在这里，你活的，哇，老太太，稳住，别撞，我是一名车手，很稳。好的，没追过来吧？追过来那我就没命了呀。没有听到车声啊，没追过来。哎，他们可能去那两个房子，那两个房子在全都应该是最中心的，围的最好的两个位置啊，他们应该去那儿了。看一下，有车。哎，还不是正中心的啊，那俩房子。这边没人吧？只要这边没人，我就可以弄事儿啊。哎，他们打，有人冲上去，他们打起来。老哥，你，不是你两队打我，蹦倒一个，弄让我弄个人头行不行？我老哥，我你们吃着我喝汤，哎呀，击倒两个，老哥来，哎，顺一个人头兄弟，顺一个，哎，漂亮，顺一个，这估计第二个击倒那小子吧，对面他就死了，有一个人，我操，直接扫死，呀，这。我最讨厌就是巷战，我打不了，我这个听声辨位能力太差劲啊，这好难受，这怎么整？这当老六都不好当，不是，我不是老六，我不能当老六。这个阴人不好阴啊，阴人可以啊，这视野不行，不好阴人这个位置。老哥，我等你出来，他们车在中间，他们上车一瞬间，我用枪，哎，上车，他死了，看一枪两枪，哎，我操，这不是，哎呀，这他没死。他一枪没打中啊！真，不着急，来，我在这儿再等他一波。他在前面那个大仓停了啊，他一会儿还要出来，他不在圈，他肯定不在圈，这个圈要给了。我看一下，哎，给了，他不在圈，他要跑出来，我又有个机会了，他死了。哎，他，哎呀，我的脑子疼，脑子疼，我叫不声，完了。
我要被包围了。那剩一个人，那这队可能三个人一队的，剩五个人了吗？对不对？这好难受的。不着急，等来了。好的，你看我怎么阴他啊？你学了都学了，我怎么阴人？我跟你说，这小子出其不意，直接扫倒。哎，后面，哎，这边有脚步声啊！不行，这，哎呀，我操！